大家快来和花猪一起看看最新收集的资讯吧。首先，无论大家点赞投币三连与否，都祝朋友们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当然最好能点赞投币支持一下，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有游戏问题可以私信问我哦。今天是七七的生日，让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，同时大家记得去官方社区完成一下刘颖旭加七，拿一下他的生日花片。然后某博的三天签到活动快结束了，还没做的朋友可以按照图上的顺序去完成一下，可以领到80元石，第三步是每天领取对应的礼包。接着在官方社区的活动栏还有两个活动，第一个有机会获得1000多元石和周边，第二个是发话题帖，有几率获得120元石，两个活动都比较简单，不过需要看运气，大家可以试试，地址全部在视频的简介里。同时防沉迷同学记得做每日和风花节活动，还有领月卡。接着到大神 APP 搜索大野猪，有机会获得我给你准备的10张月卡。大神周末还有疯狂星期五活动，每10人抽1人送月卡，另外签到最高可领180元石。对了，大神里还有很丰富的攻略工具，请大家放心，我每次都会提醒你们的，只希望每一位关注的朋友都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。然后迪西亚和赛诺卡池的第二天流水出来了，下降趋势非常明显，看来想抽的朋友都抽了，哪怕是为了抽班尼特的朋友应该都圆梦了，总的来说流水还行。接着是外网热议的一段聊天记录，为什么我们会单身，因为我们玩原神，谈恋爱哪有原神好玩，三次元的对象可能会欺骗你，但是二次元的老婆老公绝对不会欺骗你，请单身的朋友打个一，有对象的朋友打个二，其实不是不想找，只是三次元太累了，没有力气再去关心其他人了，下班回家只想躺着玩会游戏，根本不想出门社交，所以最好的期望就是找一个同样喜欢玩游戏的对象，这里祝大家都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。有些朋友不要感觉不可能，这个世界很大，游戏玩家很多，看看三次元雷神都结婚了，而且还是两个，说不定你找的另一半喜欢甘雨、胡桃、萧公、林华、申鹤等等，总之好好提升自己，努力赚钱，只要自己够优秀就不怕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加油吧旅行者们。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和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关注花猪我保证不会错过任何原神资讯和原石活动哦。